说人情冷暖，诉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上班的第一年遇到了我的老公张文，然后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很有上进心的男人。因为很爱很爱，所以我自动忽略了他的缺点和他家里的贫穷。相处一年半后，便奋不顾身地嫁给了他。可是没成想，他家穷到有些不可思议。第一次去他家，就把我给震惊了。21世纪，竟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。我发现他家还不如电影里演到的贫民区。房子是那种上世纪用石头垒成的房子，屋里还是泥土，别说地板了，连水泥的都不是。用家徒四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家里除了电灯外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。老机器质量就是好，这么久了还能照常的使用，只不过能收到信号吗？房顶立着的老式天线摇摇欲坠，看的人心里打颤。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家庭老公是怎么上的大学。说实话，从小没咋吃过苦的我很难想象那种生活。怪不得老公会那么努力的工作，常和我说起没有伞就得努力跑。我这才知道，这哪是没有伞，简直是连衣服都不剩了。就在我要回去的时候，婆婆塞给了我一个红包，说是他们这里的规矩。我打开看了看，1001块。婆婆笑着说，这啊，取的是千里挑一的意思。我就是没钱，要不然得给你10001。我说什么也不要，倒也不是觉得少，而是觉得这1001对于婆婆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但老公张文却说，拿着吧，你拿着妈就放心了。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，收下了婆婆的好意。可是当我妈知道这事情后，说什么也不让我和张文在一起。几次找到张文，给他施加压力，给他钱。当时他把张文叫出了门，直接甩给了他一张银行卡，说这里面有50万，对于你这样的家庭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带着这离开我女儿吧。张文听了就犹豫了，倒不是因为钱，而是觉得他自己受到了侮辱。对我母亲说，好，但这些钱说什么也不要。当我知道后，几乎是发了疯，直接跟我妈翻了脸，眼泪哗哗的就跑出了门。我坚信张文一定会在那个地方。果不其然，在我们常去的一个天台上，那个我深爱的男人不停地灌着自己酒。看着他孤寂的背影，我忍不住的心疼，跑过去从后面狠狠地把他抱住。你为什么要狠心地把我抛弃？你难道不爱我了吗？张文红着眼圈，满眼泪花。我给不了你幸福，我怕耽误你。看着他无助的样子，我抱得更紧了。那是我爱的深沉，不愿放手。最终用了奉子成婚这招，我妈才一边哭着一边给我准备嫁妆。婆婆家举办的婚礼是在农村，借用的村里的大房子，虽然没有酒店的豪华，可也很热闹。我的朋友们也都感到很好，也不算丢了面。
但是白酒后婆婆居然拿走了份子钱。我原来的想法是我妈给买了房子，这份子钱怎么着也得给我们吧。可婆婆说她要翻修一下房子，要不然将来孩子回去也没个地方住。这理由合情合理，我说不出什么来，可心里始终觉得不舒服，所以结婚后我一直不愿意再回去，老公也是没有再回去过。生完孩子我甚至都没有告诉婆婆一声，孩子满月我也没让婆婆来，张文也没说啥。直到孩子过一岁生日后，我上班了，我妈身体又不好，孩子需要有人照顾，这才告诉了婆婆。婆婆第二天来，我和老公没有一个人去接她。从农村来到城市，一切陌生，她就一路走一路问，说着流利的乡下方言，交流不便，还没少了别人的冷眼。然而就这样，她还是一路打听到来了我家。婆婆这次来还带了很多的土特产，还有两只芦花鸡。想想老人这一路上肯定不舒服，但她没有说一句怨言。到底还是血缘，从来没见过奶奶的儿子跟婆婆还挺亲。可看婆婆这一路风尘仆仆，身上都有些异味了，便找了理由把他们分开，让婆婆先洗澡去。白天的时候，婆婆在家照顾孩子，我和老公上班。晚上我们回来后，婆婆总会出去两三个小时，有的时候甚至更晚。我们问她去干嘛了，她总说去溜达溜达，大城市就是漂亮。我和老公也没当回事儿。婆婆在的这些日子也舍不得买些好吃的，我和老公也从来没想起请婆婆吃顿大餐。半年后，婆婆说家里要开始农忙了，说什么也得回去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把我妈搬了过来。结果第一天晚上，我和我妈在厨房做饭时，发现米袋子里有一个黑色的方便袋，里面有整整的20000块钱。我妈还笑着对我说，傻闺女，把钱藏这里怎么行？我说这不是我藏的。老公回来后知道了这事儿，立马就给婆婆打了电话。婆婆说这些钱10000是给大孙子的，10000是给我们的，别嫌少，我就这么多钱了。老公边哭边说，妈，你哪里弄那么些钱呀？妈，婆婆说这钱干净，放心，电话费那么贵，赶紧挂了吧。也是巧了，第二天我上班说起婆婆回去的事，同事说道，不会这么巧吧？我问她什么巧，她说其实老早我就怀疑了，大概有半年时间吧，我每隔段时间就会在小区周围看见一个要钱的老太太，跟你婆婆长得有点像，这两天也没见人了。我说不会吧，怎么可能？她说她有一次还拍了照片。她翻出照片，我一看，可不就是我婆婆吗？可是我嘴上没敢承认，说道，这哪是我婆婆呀，我婆婆没她那么丑，但我心里知道那就是我的婆婆。原来这20000块钱是这么赚来的。晚上在被窝里，我跟老公说这事儿的时候，张文哭得很伤心，我心里也很惭愧，我不是个好儿媳呀。当晚我就跑去我妈的房间跟我妈说了这事儿，
我妈惊讶地合不拢嘴。我们决定就当作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抽出个休假的时间把婆婆接过来好好照顾她。不知道我现在才醒悟算不算晚。写故事的人只负责悲欢离合，听故事的人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。若你有缘遇见这些故事，纵然我们素昧平生，但凭这些久违的故事，你我皆算老友，杯底便是天涯。